游客都可以入村公所嘅，世界就是我们嘅。你喺度做咩啊？你唔好乱嚟啊！ 其实玲玲根本唔系我阿妈，佢系童话故事入面嘅角色，一个冇皇宫嘅公主。无の境地に至るには一人でないといけない。 What are you looking at? You. 嗰阵我哋都唔知呢个地方会消失。呢度系香港最后一条渔村——东方之珠，珠明村。